班就比亚迪 B12 电动巴士在今日下午3:30已经正式首航啦。有关巴士的基本规格和介绍可以看回我们巴士台的详细文章，网址已经摆在下面资讯栏那里。新巴士准时3:30在荔枝角总站开出，全车载满乘客，而在总站也都有不少的巴士迷影相。行车途中，除了司机因为未习惯油门操作而在起步的时候有少少顿挫感之外，行车基本上都算宁静的，真的倾偈都不可以太大声了。如果你已经坐过这部全新的比亚迪电动巴士，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。